山雪妹，这是跟我妈抬的麦子，小麦。我们打算到村前边小卖部里去换面粉，用麦子换面粉。还不够，再唱点。我看看他手上围还有皮，那两皮。嗯。现在我们这是在车上称了68斤小麦，68斤换50斤面粉。63涨到68。嗯，他就是什么也涨了。对。我吃了点啊。到时候戴好手套。我在家里不冷呢，到出来这一盆儿哈就着凉。天凉啊！天凉。啊！不往那边啊，好凉快。这就到了，在前面呢。我不能给那很大的一个。呀，那怎么不去哪里了？那不是高铁市啊，咱们小的市啊，都是这个中间的，咱们去搞。
是米的话，得是一点多钱的？不是米的话，那得是得八十六块钱了。八十六块钱？嗯，是。相当于米的就是钱。啊，就是。省点了花，要么没。也省点，刚才我还在那米的花呢。那呢，可是不如在以前的那那个米的拉了面里，整个馒头好吃。像以前的话，我们都是自家种的麦子去到面粉加工厂去拿面粉哈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为了纯粹省事，直接这样买或者是用麦子换，说实话还是以前自己磨的那种面粉香。蒸馒头啊，花卷儿，还有包水饺，包大蒸包，就归功于他了。像过年的脑袋就。